大风降温了，虽然说是降温吧，但是有太阳。哎呀，好冷啊！上车，快点！冲！上车，快点，冷，上！上了，上不来啊！上！上了。上了，趴下。好冷啊！真的是断崖式降温，而且风好大。我把帽子戴上了，不戴不行啊，冻头皮。飞了！我的袜子、鞋什么的都放车底下了，袜子我再不出来就刮跑了。哎，今天不走了，这个地方还挺安静，晚上。然后呢？用柴火炉做饭什么的也挺方便。再一个就是等快递，明天快递到了，明天绕一圈，然后绕到东营，哇，拿快递，拿完快递就可以了。太冷了，我的妈呀，还得穿厚衣服啊。寒风中喂狗，我已冻成狗。温度10度，海上大风，东影市。冻脚，我们穿穿袜子，简单吃点饼干吧。想着今天炒饭来着。这么大风起火也不太好。不吃就是玩儿。鼻子给磨破了，车内温度还高那么一点点，14.5度，冻得狗都不想出去了，把门打开都不想出去。小五子，天气冷啊，狗都不想动了，我更不想动了。小五子，一动不动，就趴那睡觉。干嘛？我起来你就起来啊？啊？我伸懒腰，他也伸懒腰。
待着。这风都有，这风都有声音的，干嘛？哎，今天在高速桥下待一夜吧。哎，明天天气不知道如何。嘿，崔瑞。明天的天气。明天天高云淡，万里晴空，最高温14度，最低温2度。OK。明天就放晴了，明天快递也到了。嗯，嗯，伸懒腰啊，伸懒腰，伸懒腰，走。干嘛？哼，别舔我。就这种情况。干嘛？别跟我撒娇了，你这小尾巴。跟我一样欣赏风景啊。这就是车内的生活，烧点热水，喝点茶，看看书，看会电影，一会儿再做个饭，不知不觉一天又过去了。嗯，小鼻头特别湿润。哎呀，这懒腰伸的都出血了，都关节都有血了。看啥呢？干啥呢？嗯，慢慢冷。哎呀，哎呀，还没伸完呢，懒腰。看什么呢？没人呢？哪有人呢？嗯，睡觉。睡一会儿。昨天后半夜车里还是有点冷的，看样子今天晚上睡觉我得把这一个帐篷内胆放上了。这帐篷内胆也是抗击零下5度的，再加上睡袋没问题了。再睡一下，睡一个回笼觉干嘛？我不管你了啊，自己该干嘛干嘛吧。啊。